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656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 Euro Park 所推出的 Optimus Prime 的组合模型，这是最近推出的3款啊，他们有 Optimus Prime、Optimus Prime 还有 Bumblebee。那么这一款目前评价最高，你们可以从后面看它的组合，看上去是非常的简单的啊，就是把躯干互相组合，四肢接上去，头接上去也就结束了。那由于这款玩具呢是我的好朋友罗志贤先生他先借给我拍的，我自己也上网订了一个啊，但是还没有到。那我们就看一下它的一个细节好了，以这个形态下来收看一下。首先可以看到它的毛发的部分有尽量的做出来，但是这边的话还是稍微显肉了一点，不过这个价位的话我倒是觉得完全可以接受。它这里有一个前后的关节啊，那面雕的话呢我觉得算是好看，然后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腹肌，那上半身这里可以动啊，然后腰身这里可以动，前后的话呢有一定的幅度可以做一个转动。那我们就把这个胳膊的话呢给接上去啊，从这个地方就按上去就可以了啊。这个组合的话呢，如果说连这个都不能组，那这个恐怕就真的不适合玩玩具了。那我们就顺便再看一下这一次啊，毛发跟机器人的合体啊，这个液压感的话呢，看是真的是只是一个造型啊，但是看上去就是很好看。那么另外一只胳膊的话呢，我们也把它给安插上去。我看一下啊，安插，哎，这个松紧度还可以啊，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，感觉手感挺好啊。那腿的话呢，哥哥看一下啊，腿部。其实这个金刚王在电影七里头的戏份的话反而比较有领袖的气质啊，感觉好像是已经得到的一种高僧一样啊。这里不知道这个造型是他故意做的吗，有一个像是缺口一样啊，对应侧也有，但是大小缺口不太一样。那么这款模型的话，如果说你愿意花一点时间把它做个涂装的话，应该会非常非常的有看头。哎，这个插到底还要花一点力气啊，这个毕竟可是星星的家伙，就反正是需要一点点力气啊，把它给卡到底。OK， 这样一来就完成了这一款以金刚王的人形啊，这个不是星星的形态，是人类的，就是它的一个人形态啊。就如果你看过电影，就会发现好像还是星星的时候战斗力比较高啊。来看一下啊，它的身形比例，电影里头它变成这个样子的时间很短了啊。一下子就打完了啊，那高度的话呢非常的有看头啊，就是绝对是比一款 L 级的玩具都还要来得更加的高大。然后它的其他比方说这个拿武器的手啊，就直接这样子啊就可以使用武器。那替换的手啊，这个拳头的话这个扭一下就下来了啊，然后把这个拳头给放上去啊，有一个向前指的一个动作啊。那我们把面雕也换上另外一组，它的换的面雕的话是要把天灵盖拿起来啊，才能够把这个面罩给拿下来。那手的话呢，我也换成了一个固定造型的手。那武器的话呢，它是两个武器是可以互相做一个组合的啊，你可以单独的啊分开拿，你也可以把它扣在一起。但是我们印象中的话呢，这个 Optimus Prime 的话呢是拿着一个双刃的一个刀，那是不是转同一个方向啊？我是不太清楚了。那这个武器的话呢，拿在手上的话呢，基本上武器也很轻，涂装也还不赖啊，并不会对战力性有什么样的不良的影响。那它的一个可动的话呢，我们是做个比较全面的展示好了啊。除了你可以这样动啊，非常的没有压力啊，里头的这个细节的刻画啊，以这个价位来说是非常不错的。那这里有个液压管，但这个液压管的活动是只有这样子的范围啊，并不是真的可以伸缩的，拳头可以转动啊，内部这里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细节刻画的。那大腿内部也可以看到一个内骨骼的一样的一个感觉啊，看上去就非常的不错啊。腹肌啊这样子动啊可以伸缩，然后呢它的一个膝盖啊动下去的时候呢都有一个过渡的造型啊，算得上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玩具啊。多出来这个脚趾的可以辅助站立啊，那可能吧，就是它前后动的幅度比较小而已啊，在一些 pose 上，大部分的 pose 还是都能够做出来了啊，只是说就是你要说它超可动，没有到那么强，但是大部分的动作也都是可以做出来了。以这样子的价位，如果你愿意再做点涂装的话，它会是非常非常好看的桌面上的一道风景了啊。那利用这一集的话呢，给各位做一个分享，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。
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